好，那我们为了今天的时间，所以我直接跳进来了哈。然后等我一下哦，好像发生了一点悲剧了，是不是？然后悲剧没了，对，悲剧是没了哈。好，我们赶紧开始。然后发现打这个新关卡还是有点荡哦。完了呀，我勒个 Lady Gaga 哎，真的，我不应该选新关卡来打的，因为新关卡好像因为容量比以往的关卡都还要来得大，所以说。就不应该选这一关才对的，没事。然后我发现这关掉宝率真的好高哦，我们等下再来看看哦。哎呀，然后他的防御力也是过高的哦。哎，他掉了一个宝物哦，红宝石原石，可惜不是亚图姆宝珠，又掉了一个，又是红宝石原石。我发现这些很多游戏的主题的那个题材都选择这。选择沙漠诶，比如说咱们的某某之光啊，或者是什么武什么那个什么武力的哈，都是以沙漠为主题的一个新关卡都慢慢的走出来，然后那还有我们永恒冒险呢，好像听说第六个关卡也是已经拟定出，亚图姆的第六个关卡也拟定出来是吗？小雷看了一下预告片，好像是只看到了一群这个。一群蜥蜴想要吃掉，然后，冒险团是坐在这个苍蝇上面呢，然后冒险团是想要把它给吃掉，蜥蜴是想要把冒险团给的苍蝇给吃掉，而不是来找冒险团啊，因为我看那群蜥蜴笨笨的啊，根本低等生物好不好？根本低能，呵呵，根本呵呵，然后我刚刚叫了某。我刚叫了一个好友，他完全不理我。然后发现这个时空盗贼也是很靠背哦。大家看我直接打王吗？我打，哦，啊，还来？好吧，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再去玩一下弓箭哦。好，那请容许小雷先暂停一下哦。好，那对不起啊，刚刚是雷妈打电话回来跟小雷说他会晚一点到家，那我，因此呢，我们能够录的时间也就延长了。好，那我们来，啊，这个，哇，等等等，大家看到，由于他这个网速突然变很快的关系，所以说小雷电脑是展现出来，刚刚小雷是。用转的飞上天，你知道吗？用转的欸，这个新系统做的还蛮好的。然后他龙卷风好像又要出来了，然后小雷又要被卷上天了。欸，没有欸，哇哒哒哒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我可是伟大的黑龙吧，我可是伟大的天龙欸，混蛋！这边放了两个炸弹，哦，有那个龙卷风又来了，救命啊！欸，我霸体欸，没差没差，我不怕。我发现这家伙好像也是要放龙卷风来卷小雷，大家可以看到我小雷上卷的飞上天，哦好，这个是特写，什么特写啦哦，我真的恨死这一关了，幸好我练的是路帕斯这个好操作的，这个好操作的变态哦，然后接下来要从何打起呢？然后大家来看一下，小雷应该没有讲到哈，他那个绿绿的东西很像基德洛的这个。基德洛的这个尿液，不，他的屁呀，这个一体化了有没有？然后我相信今天一定是要做到5步了。不过，为了方便起见呢，我还是直接跳到打王那段要不要？哇，我被砸倒了，对啊，剩他一只怪物。哎呀，就凭你也敢欺负我？你可以去死一死了！冲冲冲！耶，解决掉了。然后我发现他这个任务要来150只，打到 K 笑欸。然后接下来由于怪物太多了，所以说我就简便带过，sorry。然后呢，剑刀网的部分好歹也让大家这个看一下哦。然后接下来，首先先把他这边的这个，哦呦呦呦，弹出来了，可恶的东西。然后那因为由于蝎子会超多的，所以说小雷先暂停啊。哦。然后我发现啊，这家伙好像
不管怎么打就是不会腻的样子诶。哦，蝎子又被伸出来了，妈的！哦，蝎子真的很烦，真的。那这个小雷这次是由于网速突然变清晰又快速的这个条件之下呢，我小雷让大家来看一下我是怎么把网给灭掉的哈。接下来可能就不会动摇了哦，呦呦呦，接下来可能应该就不会都不哦烦呢、欸。我觉得他 danger 真的是有点麻烦的一样东西。也许接下来就不会不。好，现在等王出来了哈。好，现在趁现在，哇、哦，他跑掉了，他跑掉了。等一下，卖照啊！哦啊，哦，他的盾牌要出来了。然后我干掉一个了，耶！不过紧接着，我不会动那个什么啦，黑色的那个古代魔族药水了，那个好像叫电光药水是吧？哦，他盾牌没有被打掉，可恶的小蝎子！哎、哦、呀，又有蝎子卵了。好，那反正他现在已经被打掉的状态了嘛。哦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你出来，你出来，你出来。呀，他现在被出啊，他跑掉了，他跑掉了。上钩的鱼不见了，鱼不见了，鱼不见了。诶，他回来了，他回来了。那我们来这边问候他一下。还差啊！接下来应该用不到 MP4 来对付他了，所以哎呀，等等，MP4 拿来对付这些小蝎子，哇！哎，小 A 第一次被逼成这样子哎，耶，解决掉了，哇，那结果放错边，别跑啊！你卖照啊！哦，蝎子又出来了，蝎子又出来了啊！好可怕的东西呀、啊！啊，肯定又是没打到了。有打，没有打到，果然啊！神啊，Kami-sama，东西的。那等一下，由于我们解说的时候已经有念过这个对话了，而且对话还怪怪的，所以说就可能不会来这个念对话了哈。哎呀，烦死了，烦死了，烦死了！耶，我们打败了！耶，这次只花15分钟哎，上一次还花了这个20分钟，所以说我们是进步喽。那我们来，然后那我们是目前是已经先结束掉了哈。哎，还有一只怪物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可能是刚刚玩的那个遗体吧，不是遗体，不是遗体。来看一下，这个奴工装置它也算是一种怪物吗？然后小雷觉得说，到了75等以上呢，有一趴已经算是很好的战绩了，没有？就是刚刚升了一趴，然后就这场没有拿任何装备，坑爹。好，那我们，我要说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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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哈。今天是一口气做了3个角色的实况生活，那还有这个我们最不常哎，哎呦，刚刚有一个啊。还有我们最不常露面的我们的小乐啊，小雷可能最近也会去，慢慢的来玩他一下哦。那也是，好，那今天，哎，我还有这个东西哦，这是 MP1，我这东西居然还有啊，我的个，我的个，我的个，然后宠物要装谁嘞？宠物我们装卡洛伊斯好了。好，那我们。这一次的我们今天的实况生活，我们先到这边。那各位吧友，就是刚刚在影片里面有提到的一些事情啊，也希望各位吧友能够配合一下，以及提供意见一下哦，因为小雷真的很弱啊。啊，这东西等价是攻击力吗？也可以，79，不错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先到这边好，那。一口气拍了这么多，肚子有点饿了，我先去吃饭了哦。那我们大家就是我，哎，刚刚，好，那我们下次再见了啊，也希望说以后网速也能保持得这么快啊。好，那我们啊，拜拜，那再提醒一次，小雷不是变态，只是单纯的萝莉控而已，拜拜。